主料饭250克鸡蛋一个辅料油盐酱油准备时间10分钟内制作时间10分钟内切适量葱花备用热油锅放入香葱倒入冷拌拌炒均匀再加入鸡蛋炒均码完成烹饪技巧炒的时候锅里要多放点食油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news.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